两组牌收集名额，一张一张抬个牌，乖乖送人。不过两三米为主位是的。哎，分次分次，就要分开来。因为太早个分过去，啊，总要分过来。啊，那个第一个效果没上大，啊，伊速度会比较快。从亚种呢，那就要托起来做遗传基因，记住各位胎。各位胎时也冇好亚种，你来做交配用呢，公的马的，啊，就再出下一胎就会过太早。一下都看不到啊，一下都不见了，全部都黄树黄脚的呀，啊，太黑的呀。然后到，关系也就好了。讲不太夹派，中民工就讲没算，不但快出不点个机，帮忙去中国投资生意，遇着机会快学接触太夹派。用年前对杨春夫创业之前找买太夹派。三百只股牛，快速地推翻，快速翻钱。我头摆提台湾就开二十年的宠物店，嗰时候我专门吼，都那个发一个叫啊，有冇吼，做一个品种一条工作。啊，从最细几脚的苗，最十几脚的来，因为我在昆山投资生意，嗰时候我在杨春富的隔壁做一通物的，啊，我明年都提个看有一条人提个血脑海。啊，自然有时间有没有兴趣嘛？中民讲讲，偏东偏中的气候，劳动全部动强，所以都适合有太个牌。那你要一年的温土屯阳澄湖供养，但是寒的时间没阳澄湖暗寒，不过要有一套冷却系统，可以同我的脑海分给降温、降温、温度高，高时间有冇吼？那一个水爱补，爱补去凉。自己啊，嗰度脑海都睇，啊下去又有太阳，啊如果睇个晒神，我睇个冰冻啊。海南梧桐都那么个水草，除了做在本梦海疗养之外，咩系什么海嘅是不来眼？晚上有咩食一个水草？啊，一水草里面有水芙蓉，过来有葡萄莲，过来有金鱼藻。好、哦，哎、啊、呀，有水河，啊，但是一般这个施展的时间，给大部分70%，给都是一个植物，30%那个是一个动物，好、哦，五个绿叶啊，矿物质绿叶，贝类绿叶。大家拍马盖都是，不过用半年赞助的许多奖是很好闻。金瓜，给都不也是一个卵吧，好、哦，不也是一个卵吧。一个马个蟹黄啊哈，啊一个胡萝卜，是嘛个是一个茄红蟹虾红素哎，喊你们奶奶弄下煮的时间有冇吼？我鬼炸个呀，鬼疯，鬼涨，啊嘞哈，啊吃饭喝了有冇吼？那老板也是下水果，刚刚给我们安排的水果哈，都一个喇叭嘞，一个喇叭嘞哈，奶奶比一个喇叭的时间有冇？有技术咯，一切出我的人病哎。飘下去耶，叫我飘去了。阿吉是伊话吼，叫我对一个囊啊，一个囊甜。除了之外，做民工很重要，避免武器。我最厉害呀，都一个中药，一路爱补个中药，有人参、当归、杜仲、哦、黄芪，啊一个都爱对爱身上给喝回来耶。佮有狗爱煮一个中药，一个中药是的，增强免疫力。因为对下注到四点，到暗不要19点，几多大家坚持坚持，十多一包，几多病到天光日的1点半，几多胃，伊个胃都全部消化的，又开始又要出了，准备要出了脱食的。著名公众单美图中去。这份题差不多出事后3000张，老皮沙干5-6千，甚至还有1万张没吐肉，不过成功率实在太提升。我的把握差不多有5上到6上，因为第一点不说，我的5-6上，因为我血的密度没高，要个太高了，我根本要大闸蟹，我的密度高啊，
唔用板胸，你就只有两三层，唔不如老几密度变个少啊。当屋嘅太极牌系按木石头长出嚟，快同嘅同佛，而酷手足机是为贴片生意，已经麻痹嘢啊！叫做唔会痛咩？吓，你看，已经不晓得什么叫螃蟹咬人了呀！哎，你说红色粉颈咬哦？越会咬人的螃蟹越健康，越咬人越痛的螃蟹越好。标准拿螃蟹就是要这样子拿螃蟹，这样子。当它会咬人的时候，你的手就是这样子转，你就不会被它咬到。虽然长青眼，不过钟明公的太极牌只给五两处，比三起的还难太。他讲半夜半之前，他每个上到六七两，连毛还好就打快来，能不能跟毛还乱，不然可能就紧吞喉烂水。没难怪，当年就按到技术给你，从零而收。是在讲一个供应的家私哈，有四五百，一两路一百。不过我是希望讲，男人修法都有可能来大量生产。看到太极牌在台湾的前景，钟明讲没唔恐怖。除了长期和惠中大学教授合作，研究培育技术，来开放本应价码，希望就得一步一步打开台湾太极牌的市场。